昨天的巨王走了，我很悲伤，只能用买鱼来麻痹自己。好巧不巧，我媳妇今天来了。给你买鱼了。这什么鱼啊？这是鱼吗？这是泥鳅，这是泥鳅，这五块钱俩。哦，长得还挺奇怪。这个呢？这是红绿灯，这十块钱的。这个呢？这个五块钱的。哎，这鱼好看。嗯，这是鲤鱼。嗯。这两个什么鱼啊？这两块钱一条，这个就是普通的小金鱼，草金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吃草的。这多少钱？这是孔雀，这个五块钱。嗯，这真的是泥鳅吗？是泥鳅，你看泥鳅都基本长这样，鱼是这样的。什么？这是不是也是泥鳅？长那么像。对，这也都是泥鳅。这么便宜吗？就是颜色比较好看的泥鳅。你把这俩捞进去啊。好。哎呀，好呀，快快快快快，先放一个。哎呀，有一个，先放一个。好好好，非常好。哎呀！怎么了？你们紧张什么？我心疼。这不是很便宜的吗？哎，急爆头了，都。Later。怎么变白色了？我给你杵了几下。我放进去还活着的啊！你干啥呢？我就看多少钱。